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哈。那当然呢、啊、台股啊目前为止啊跟美国的一个股市啊涨幅上面啊还是稍微的落后一下啊，因为目前为止啊美国的一个道琼斯啊在今天啊再创一个破断的一个新高，只有纳斯达克稍微的压回修正，因为之前涨太多了哈。那台股今天的话就是反映到美股它对于所谓的七月份啊这个升息的一个态度那确定了大概在七月份就会做出可能是最后一次的一个所谓的升息啊因为呢这个费的一个前主席啊这个伯南克他认为说大概升息七月份应该就是最后一次啦。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个问题啊就是打住反正以后最多就是再一码未来通膨降下去之后可能会降息降了息以后反而对于全球的股市它的帮助性会更大。那当然最近的话融资余额过多的一个原因很多的人用融资去买这个 AI 概念股这些大基业我也不知道说你可以赚多少钱看起来都很好看都创新高好像每个人都大赚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它的股本比较大成交张数比较多所以说这个地方你反而要去注意到当然你看昨天AI 概念股是怎样续强嘛广达也是一样嘛华硕也是一样嘛但是有部分的资金轮到了所谓的ABF 窄板CCL 包含 PCB 的一个部分资金开始转移了这个就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那投资人你要去注意到股票市场里面是有买有卖不是每天买也不是说每天卖你没有买哪来的卖嘛我今天就证明给你看股票市场里面有买有卖我们领先市场我们可以把钱先放在口袋好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今天的大盘按照我们开盘八法开出来早上开出来是一点高盘一点高盘的话对不对这个地方量能是非常足今天总共的成交量也是放大到4100亿4100亿尾盘的话上涨了165点我相信很多人在节目里面跟你讲多空方向严老师跟你讲的多空方向你真的可以有参考的价值啦目前为止的话还是属于多方控盘但是是属于一个个股表现选对股票的找对老师的你都可以赚钱当然这个从8月1号开始本节目频道的话有新的节目有新的节目可以服务更多的这些投资人我希望说本人的一个服务能够帮大家找到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建立一个新的一个观念股票市场面的操作快很准不要每天这边画葫芦不然就搞失踪对不对搞失踪嘛一下子出来一下子又不见了对不对闪闪躲躲的我觉得没有必要你看严老师锦衣沙霸的那个我刚就是对不对就是在这个台里面你不要说老师在死守四行仓库这是一种坚持运动财经台是严老师的 key 给主没有必要我不会去离开我喜欢这个环境正派经营嘛对不对不会说像有些台对不对讲的股票都怪怪的今天讲的明天就掉下来对不对好严老师的节目频道来看一下非凡台礼拜一礼拜三礼拜四盘中的一个连线的时间就给你写在这边礼拜一礼拜三礼拜四运动财经台从下午开始3点半第一个节目时段到4点增加的节目时段是晚上你回到家里以后10点半开始一直到11点甚至凌晨的一个重播时间1点半到2点早上还有一个重播的时间7点到7点半运通财经台你看全部都有了你从下午晚上凌晨早上都可以看得到严老师盘中连线在
非凡台，啊，一样都看得到，啊，甚至你在开车，广播节目大台北的 news98 频道，啊，第一个严老师排第一个，下午的3点到3点半，啊，锁定频道很重要，你可以知道严老师在讲什么。你每天每天看，你就有连续剧，不是说今天东一档股票，西一档股票啊，这档股票不强，我又讲另外一档，啊，那你当时候在买的时候，你就应该选强的嘛，对不对？不是那么到处换股换股啊，嘿不好啊。我让你来看一下什么叫操作的功力，好不好？今天啊，眼睛啊睁大一点啊啊，过去的绩效并不代表未来的绩效，这个很久的啦。啊，但是投资人很怀念，因为啊，赚了不少，赚了不少啊。7月18号的简讯为什么不打开给你看？我怕会影响到你的心情。你的老师有没有赚45%的？有的举手，啊，举手啊！你们老师每天涨停板应该会超过45%吧？啊，是真实录带的45%，还是在天上飞的，看不到的？啊，如果看不到的，就代表说你受骗上当。严老师这个45%，一根坑个落地啊，三级会员，技能三，啊，时间、股票、会员等级，啊，都很清楚哦。单股会员人数最多，45%，啊，哎，同样这一天，三级会员。105%，啊，翻倍，这是已经放口袋的哦。今天更恐怖，啊，创新高的先卖掉，获利入袋，继续涨停板的一张都不卖，这个不是表演哦。你是老师的会员，我今天证明给你看，好不好？来，今天早上9:31，普通会员的，啊，普通会员的。今天卖出去这档股票获利12%，获利12%，好，一样是今天这档股票特别会员的赚的更多，17%，17%，一个是12%，一个是17%，好，考个小数学，12+17多少？29%，啊，29%，今天我们啊普通跟特别会员加起来29%。这个钱是已经放口袋了，扎扎实实的坑坑拉底啊！我们不要多啊，哈，100万来操作，超过10%就是10万。你的会费有缴到10万吗？没有啦，啊，对不对？就一档股票，这操作时间不是很长啦，啊，专案的就是普通的啦，12%，特别赚更多17%，啊，那老师你有什么股票还没有卖的？有，一样是我们的普通跟特别，啊，普通跟特别今天卖出去嘛，对不对？各卖一档嘛，普通会员卖了一档股票赚12%嘛，特别会员的话卖掉一档股票赚17%嘛，但是持续涨停的要不要卖？不要卖，注意了哈，这是昨天跟你讲的，不是今天跟你讲的哦，两级会员哦，这普通会员这个特别会员昨天这个跌停啦。啊，持股续报哦，我不给你买哦，有看到哈、哦？啊，今天咧，同样哦，同样的这档股票哦，没有变哦，没有变哦，9:03，昨天涨停板，今天再度的亮灯涨停板，昨天礼拜一，今天礼拜二，周二愉快，严老师感恩，但是我在简讯里面告诉你啊。这一档股票不卖的原因，周线即将突破，我认为还会再大涨。你持股续报，我还跟你讲说涨停板锁了多少张，1500张。这种股票要卖吗？昨天你卖掉赚一根，今天你卖掉赚两根，你不是为了这两根来参加严老师的啦，绝对不是啦。你难道是为了这两根吗？我希望你赚越多越好，该卖我会通知你，好不好？可以了哈，可以了哈，好，这个就是我们啊，真真实实的操作了哈。我会灌水吗？不会啦，我也没有必要说去灌水啦啊。
那台面上面有一些股票你要注意哦，你要注意，比如说啊，这个2377对不对？来看一下维新啊，这个是属于新的，哦，新的股票。这种股票的话，在整理阶段以后啊，再往上走啊，代表突破啊。维新代表什么？啊，代表 AI 新的族群会出来。83啊，这个叫星云，这个涨停板代表什么？啊，代表说设备类。啊，台积电的设备类的股票，啊、哦，未来还有上涨的一个空间嘛，啊、哦，这个都是领先股啊，啊、哦，8358什么金居是吧？它代表什么 ？CCL， 一样是 AI 瓶盖股啊。6274来，这个也是一样，锁了快30000张，啊，这些股票都是领头羊啊。你要操作股票就是操作领头羊。你不是东一只西一只啊，我觉得没有意思啊。老师跟你讲的，来，这张股票来讲很久了吧？6841的长嘉智嘛，对不对？啊，它是做什么的 ？AI 再加上什么？啊，生技的，有没有跟你讲啦？新的，喷呐，持续喷。啊，这天无言呐、啊，你还在看嘛？礼拜四跟你讲什么？喷完以后会大喷呐、啊，啊，老师今天真的还在喷呢、欸，哦，今天我就写了哈，大喷。啊，这边跟你讲说喷完以后会大喷嘛，哦、啊，今天是大喷啊、哦，大喷以后呢，未来会特喷，真的假的？啊，老师，你在吹牛！我那时候跟你讲，我说喷到这个地方还会再喷嘛，叫大喷嘛。啊，大喷完以后呢，拉回修正会特喷嘛。这个股票你赚不到钱，啊，我不认为你赚不到钱啊，我只是想说你到底有没有重压，啊，重压是吧？哦，这边会大概会震荡一下啦，趋势没有改变的话，这种股票。就是能够帮投资人啊，哦赚得到钱，哦就是赚得到钱哈、哦。小只的来这只啊，很久没有讲它了啦，啊老师这个哈、哦、小不点，啊小不点，我跟你讲说券资比25%嘛，外资站在买超嘛，啊、哦、这是昨天的啦，昨天呐、啊，啊这个今天的啦，两级会员有，银广。代号6117啊，保密 啊，有没有跟你讲拉回早买点啊？有哦，啊，再喷上去喽，这边还会不会拉回？这不会的啦，股票拉回就休息一下，休息完就上啦，它不会等你啊，这边叫等你啊，啊，等你上车以后就上去啦，这张股票你慢慢看哦，小股本哦，很会飙哦，啊，很会飙。啊，你要注意一下，啊，老师，你这个弄看白呢，哦，这也是拍开红看一下不？哎，塞啦，啊，5474的冲泰是，哎，投资人都猜得到，我不希望说你看节目在操作啦，好不好？哎，说这个钱很好赚啊，这主流嘛，哎，哦，一样哈、哦，股票操作啊，一定要在低档区底部去重压它，啊。这股价有拉回，哦，不用怕，未来啊，你慢慢看，啊，拭目以待啊，慢慢看啊。有时候跟你讲太多哦，也没有用哦。这个大盘你要注意哦，未来的话还是会震荡洗盘啊，啊，但是还是属于一个多方啊，懂不懂？你买对股票绝对赚得到钱啊。AI 概念股啊，全市场老师第一个跟你讲了，网通概念股跟你讲重疾，啊，现在怎么样？AI 加瓶盖 ，AI 加瓶盖，电动车也会动，啊，就那么简单，好不好？这个昨天没有给你看嘛，对不对？这是7月21要送给你的，上个礼拜送给你的哈，七月标王之王，南子电，昨天亮灯涨停板，啊，你拿到资料也是一样啊，可以来验证，南子电，啊，我跟你讲，我有嘛，昨天有没有亮灯涨停板？今天有没有创新高？有啊、哦，哈，
未来会不会涨？你慢慢看，那个操作一定有证据啊，操作一定有证据啊，啊，操作没有证据的，你拿出来讲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意义啦。啊，小资的，老师，这个小资的股本9.9亿的，这个会涨吗？今天有没有再创破断新高？有啦哈，有没有？啊，这个特别会员的啦，啊，7/21要跟你保密了，操作的一个简讯啊，给你看一下。好，那明天买什么？明天买的这档股票，小股本的，啊，你愿意来的，你要记得，你今天一定要拿到。好，就跟当时我送给你这个荔枝一样啊，老师，荔枝涨那么多了，它还有接班人啊，有啊，接班人呐，荔枝，对，我昨天提醒你哦，啊，你可以卖哦，卖了以后就大赚哦，是不是？有没有？有啊，齁，泰硕也是一样啊，是不是？啊，这个涨太多啦，先卖一趟啊，先卖一趟，这是操作的一个证据嘛，看到了齁。好，那明天买什么啊？明天买小资的标股啊，那其他你就不用再问太多齁。我把这只标股啊，今天先拿给你啊，你先验证嘛，好不好？你资料先拿到，那你明天就可以来验证，我这档股票到底强不强，啊，到底飙不飙，好，到底可以飙到什么程度，一倍还是两倍，啊，还是三倍五倍，啊，你可以来试一下。我今天全线开放啊，但是没办法让大家加赖啊，啊，为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因为赖里面有时候我们找不到人，我们必须要让大家去拨电话。啊，最近这个划拨余额啊，哦，开始增加了，投资人开始热，这一档股票明天也会很热很热，你最好明天怎么样，动作快一点，动作太慢了，你拿到资料也没用，啊，买不到，啊，啊，有银广的哈，严老师的会员哈，按照简讯操作，啊，这个哈，长嘉智能来验证一下，未来还会不会喷，好不好？今天卖出去的哈，专案会员呢先赚12%，特别会员赚的比较多啊，赚了17%，啊，赚了17%哈。专案跟特别会员的股票，昨天亮灯涨停板，今天再度亮灯涨停板，好，一张都不要卖。我今天给大家一份非常非常重要机密的资料，重要又机密，什么很重要？钱最重要。好，我赚到钱，股票会喷，那才是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老师，什么叫做机密？拿到以后你自己看，啊，连你老婆都不要给他看呐，知道不？啊，楼上阿花不要给他看呐，营业员真的你不要让他知道了，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拿到资料以后，明天我们的助理会通知你，你要买几张，怎么买，啊，就非常简单，8:55。我们就按照今天打电话进来的顺序，好不好？我们就帮大家来排一个 rundown 出来啊，机密的资料今天一定要拿到。你想赚钱的人，你就一定要拿到哈。这份资料叫什么？8月大黑马的标王，黑马中的黑马，记下呗。五个 O 哈 ，O 不溜丢啊 ，O 不溜丢啊，大黑马，大黑马里面的标王，来导播拉近，啊，这边看得到对不对？有东西哦。很多人用诈欺啊，里面没有东西啊，这边表演，严老师不来这一套。我跟你讲，我直接跟你讲，拿到买到啊，你要大赚拉远啊，你要拿到，你要买到，你就会大赚。大户跟中实户都在里面啊，你要重压也可以啦。好，未来不是翻一倍哦，啊，未来可能翻两番哦，你不要太小看它咯。这是严老师严选的哦，今天这份资料啊很重要，听我的，一定要拿到。电话拨快一点哈，今天也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哈，一年一次最低门槛，几泥几盖，跟他几盖娘，最低最低的门槛，前面10位开放专人通知。好，今天先把这份重要资料，8月大黑马标王先拿回家，未来涨停涨停翻倍翻倍。这档股票啊，直接带回家很重要哈，
电话拨通，直接带回家，打电话进广告。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迟到了。看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哦，很慢呢。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那今年下半年的行情啊，其实非常大哈。那你在这个地方操作啊，不要说过于保守，哦，该买就买，懂不懂啊？赚的够的就卖掉，好。那当然，有些人操作比较谨慎了哦，也不需要去做出个追加，哦，像这个通家跌得很深的，对不对？哦，这种底部的，其实啊，它操作的难度就比较低了，哦，因为跌很多了嘛。啊，跌很多了嘛，对不对？啊，这个随便做啊，都赚得到钱，啊，但是不要去追啦。这个地方的话，今天稍微拉回了，啊，趋势没有改变啊，这个箭头啊，啊，这个箭头啊，依然是往上面，对不对？送给你的资料汉讯，再送一次，啊，为什么送两次？啊，希望你赚钱，懂不懂？希望你赚钱，没有收你钱嘛，对不对？希望你赚钱啊！汉讯也创新高，啊，创新高啊！这个操作一定有简讯，好不好？操作没有简讯的分析师啊，不要拿出来讲，我觉得很丢脸。你就没有证据，你拿出来讲什么啦？很丢脸啊！我们操作一定有证据啊，是不是？还是你们老师每天在胸口碎大石，啊，都用骗的啊，手机晃一晃，啊，对不对？很好赚嘛。啊，川图跟你讲多久了？老师终于来到1000块了嘞，1000块就卖一卖了，好不好？反正哦，应该是赚钱啦哦，不会赔钱吧？500块钱以下你要不要买啊？老师我考虑一下，太贵啊，涨到1000块啊，老师早知道我就多买一点，先进光送给你也不用钱，不买会后悔啊？有没有叫你重压？老师是我自己不要压的，很多的股票其实啊，我就不要再讲。你认为涨完了没？啊，好，长嘉智能涨完了没？你慢慢看嘛。手中有银广的哈，按照老师简讯来操作。啊，两级会员昨天亮灯涨停板，啊，今天再度恭喜哈，好，持股续报就可以了哈。那投资人好，请注意了哈，这份资料是严老师今年度最重要的一份资料，非常宝贵又机密，
好，一通电话直接把电话打进来，20条专线，八月大黑马标王，大黑马里面的标王，一支就好啊，有准一支就好啊，好，直接翻一倍，翻两倍，我等你来验证，好不好？资料很重要哈，一定要拿到。明天早上8:55，老师通知你啊。今天开放一年一次，最低门槛就只有今天，啊，开放专人通知，前面10位，啊，门槛最低的，你要好好把握啊。那八月大黑马标王这份资料，电话拨通，留下资料，好，找得到人的资料哦，我们会通知你如何做，如何买，如何卖，欢迎大家共襄盛举，我们明天见。分析之各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动不动就爱水蛮牛。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速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